请代表来，戴上，请代表来，戴上，好，请代表来，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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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戴上，
都很辛苦，所以我想你们很辛苦，大家赶快进来来谈好不好，理性的沟通哦，也不要为难我们的人情好不好，好来好，那个因为哈，今天大家的诉求很多哈，其实啊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，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坐下来谈，所以我很愿意听大家的声音。大家也知道总统也很重视，所以上个礼拜总统接见泰山兄他们也答应说，我们本来在5月9号就是规划要跟大家谈，但是因为你们已经来了，什么5月9号，所以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意见，但是因为人这么多，大家要有代表，所以我很诚挚的啊要求大家，大家这么辛苦，有的又远从南部而来，我非常的感动哦，所以我想我们好好的来，请你们派大概10到12位代表进来，那我们才能够谈，不然这样子你们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坐下来谈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一定可以谈出来。董事长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要进去谈，你们不要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不满意，我们就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拖了，你们这些家伙。留下来，我们都欢迎啊。但是，看什么看？等我们谈出来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过来。好来，到底要代表？那恁入来讲了，咱无满意，为了哥哥的性命，让咱心无满意。加油！那个，咱说话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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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述我们的加油声，相信许处长听得清楚，相信关部委陈武雄马他的成就，相信马英九政府很清楚，你到什么来？听清楚了，列阵，爱给咱有交代，咱一家大家饮点水，大家休困一下。包括说所有东西话，所有的狗都抓，为什么这些不权的人要这样不负责任？为什么我们的捕狗队这么样奇怪？看到狗就抓，为什么我们捕狗队泛滥家犬再乖的狗，没有攻击性的狗也都抓？那收容所里面没有完全按照农委会公布的一个程序的东西来做，包括抓进去的狗也是找镜片。甚至呢，很多狗被安乐死之后，才发现它身上是有晶片，它是有主人的。这样的乱象已经存在12年了，来到今年12月已经13年了。但我们希望农委会这次能够真正拿出诚意来解决这样收容所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，不能再忍受下去了。